辈子啊，就是教别人走路的。大家不知道我是在健身房训练了30年。老年人不提倡有氧。其实你不经常运动的，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。我是王德顺老头。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时尚老人，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并不时尚，我没有追求时尚，我也不跟随时尚，我行我素，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。我从50岁开始进的健身房，今年81岁了，演了10年哑剧，后来又演10年活雕塑。活雕塑嘛，就是需要你有肌肉，你身上如果没有肌肉的话，不像一个雕塑，你就必须把肌肉练起来。经常运动的人，这个闪躲腾挪，咔咔咔咔，都特别快。这就是运动的好处，就是你天生就爱动弹，天生就爱玩，所以我基本算是一个老顽童吧。我是超过80岁老人。在外边排戏时间长了，有几个月没看这小孙女了，我就实在是受不了。这就是家庭一种其乐融融的一种感觉吧。我有一种潜意识，就是不给儿女添麻烦。可是我现在这个阶段呢，还在工作呢。谢谢诸位，谢谢诸位。我的生活有这样的状态，归结于我的运动。运动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让我们生活有了追求，有了希望。